法院寄通知单来了，说我们潘明业要被抓去安置机构。你越逃避，事情只会越严重啦。他们不是问题家庭，他们是被问题缠绕的家庭。OK， 我怀孕了，不然他生下来，我来养啊。不要危险，我们这种人除了去死，还能怎么解决？所以每次看着他们的时候，真的蛮心痛的。